下面这个动作呢，叫胸肌城墙。 下面呢，把这个动作给大家讲解一次。这个动作呢，是用胸发力的。这个用胸发力呢，一般的没有基础的人用胸发力困难，要多加练习才行。这个用胸发力呢，就是当对方抓着我的双手的时候，抓住双手的时候呢，这个双手呢，同时向内拧转。 缠丝以后，这个手掌向外翻转，翻转以后，这个手掌呢，拇指这个虎口张开，把对方这个两个手臂向身体两侧分开，分开以后不用管它，然后迅速的双手插到对方腋下，然后把身体用力向自己胸前带，带的时候呢，这个胸要含胸，含胸以后。 当对方的身体贴近自己的身体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胸呢向外啪这样蹦出去，用胸把对方打倒。现在呢，把这个实际演练的动作给大家讲解一次。当对方双手，你看抓住我的手腕的时候，抓住手腕的时候呢，这两个手，你看抖擞向内缠丝。 缠丝以后，用掌尖把它分开，分开的同时呢，进右步，进右步以后，双手顺势到对方的腋下，双手抱住他的后腰，抱住腰以后，把对方你看转身带，带的时候，这个胸呢要内含，含胸以后，你一带，他就向后跑，向后跑的时候，这个胸马上啪，这样对方倒地。下面呢。 用这个相反的方向，把这个动作给大家再讲解一次。当对方用双手来抓住我的双手时，抓住双手的时候呢，这个双手呢，就向上，你看向内，由内向上翻转，翻转以后，双手撑住他的双臂，向外撑开，撑开的同时进右步，进右步的时候呢，基本上要贴近他的身体。 这个时候，身体相贴的时候，双手你看去抱住他的后腰，抱住后腰的时候，把这身体向这里带。带的时候，这个腰呢要弓起来，他要向后跑。向后跑的时候进行交腿，胸背进行发力，这样发力。正面演示。 下面这个动作呢叫斜飞式。下面呢，把这个动作给大家讲解一次。这个动作呢，还是就是当对方双手抓住我的手臂的时候，抓住手臂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重心要向左移，向左移的时候呢。 同时开步，开步的时候，这两个手呢，右手向身体方向后方带，左手呢向身体前方带，左手插到对方的腋下，插到腋下以后，这个手还是向内缠实，扒着，从内拿住对方的手腕，然后这样向后把对方扔出去侧面。下面呢，把这个实际演练分解动作给大家讲解一次。 当对方来抓住我的双手，抓住双手以后呢，这个手你看要先向两拳向内合，向内含的时候，这个手腕你看抓住对方的手腕，抓住手腕以后。
在这个抓住手腕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你看顺势上左步，上左步以后，这个手呢顺势插到他的腋下，这个手呢已经松开了，松开了以后，在做的时候呢，这个力呢以腰带肩，以肩带手，这样同时把力啪这样发出去。下面呢用这个相反的方向给大家把这个动作再讲解一次。当对方抓住我的双手，你看抓住双手的时候，向内手臂向内旋，这样旋，旋转出来以后，这个手你看旋变掌，变掌的同时你看上步上左步以后，这个右手呢勾着对方的手腕，勾住以后，这个时候呢顺势身体向右转，然后再向左把对方击出，正面演示。侧面演示。反面演示。下面这个动作呢叫双云手，下面呢把这个动作给大家讲解一次。这个动作呢还是对方用双手抓住手臂的时候，对方抓住手臂的时候呢，这个呢是双手同时向一个方向去缠丝，同时呢向左由左向上，向上解脱以后，这个时候呢向上解脱以后稍微开右步，然后双掌这样同时发力，这样把对方打出去。现在呢把这个实际演练的动作给大家分解的讲解一次。当对方用双手抓住我的手腕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你看身体要下蹲，当对方抓来时你看下蹲，先向左然后向上，你看这样隔挡开，隔挡开以后，在这个向上呢，在这个向上的同时你看这个重心向后拉，向后以后，然后把他的手继续向上捋，这个时候双掌主要呢左掌用力要大，右掌呢这样拽住，双掌同时看这样用力，对方倒地。下面呢把这个动作从相反的方向给大家讲解。当对方用双手抓住我的手臂的时候，抓住手臂的时候，这个双手呢由左向上旋转，再向左转的时候呢，这个手臂还是在螺旋的在动，走在走的时候你看上右步，这个手臂呢你看在旋转，然后把它挑起来，在挑起来时候呢，这个它这个肋部已经成空虚了，到这里以后主要就是左手左掌力向下的这个力向下，上面的力向上，成对称的合力，然后这样击打对方倒地，正面演示。侧面演示。反面演示。下面这个动作呢叫肘打腰肋，
现在呢，把这个动作先分解的，先讲一次。这个动作呢，还是双手被对方控制以后，再次被对方控制以后呢，这个双手向右，向右走的时候，这个你看这个掌拳呢，还是在旋转，这样旋转，旋转的时候才容易化解，在化解的同时呢，开左步。开左步以后，然后这次呢，用这个左手向上进行翻，开一小步，右步直接从腰间发手，这样发手打倒对方。现在呢，我把这个实际演练给大家分解的讲一次。当对方抓住我的双手，你看抓住双手以后，这个时候呢，你要向右旋转，由右侧向上，这个时候你看要下大步，身法要低，身法下去以后，这个时候迅速的拿这个左手把他的手隔挡出去以后，这个时候重心要向左移，身体要向左压，这样发力把对方打倒。下面呢，从这个相反的方向把这个动作给大家再讲解一次。当我的双手被对方抓住以后呢，你看向右旋转，旋转的同时呢要上左步以后，拿这个左手上架隔挡对方的手臂，你看隔挡过去以后，身体还要向下蹲，这个时候移重心，然后砸倒对方。正面演示，侧面演示，反面演示，下面这个动作呢叫经上取下。下面呢，把这个动作先给大家讲解一遍。这个动作呢，当对方用右拳，并且上右步，朝我面部打来时，这个时候呢，要先向左闪。左闪的时候呢，这个右步稍微偏一点，这个右手从左起，然后接住对方的手腕，接住手腕以后，把对方的身体向自己的右侧稍微拉一点，在拉的同时。稍微快点左步以后，这个手趁着对方扶背的时候，从下向上抓住对方的头发，在抓头发以后，他也许会有这个防备，在对方不背的情况下，这个脚呢用力的踢勾对方的踝关节向上挑，再加上上面的力，这样对方就倒。下面呢，把这个实际演练的动作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当对方打拳过来的时候，你看拳打来的时候呢，向右闪，抓手，抓住对方的手腕，再抓对方的手腕，向身体，你看向身体带的时候，跨一个左步，这个手呢，你看在背后，对方已经顾不上了，然后就抓住对方的头发，再。没有头发或者抓不住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也可以去抱对方的脖子，也可以就是抓住对方的印堂，这样也可以。在这个时候呢，要重心呢要放到右侧，力呢要放在这个左脚内侧，这样踢抓对方。下面呢，把这个动作从相反的方向给大家再讲解一次。当对方用拳朝我面部打来，打过来的时候呢，先向左闪，左闪以后顺势提手抓住对方的手腕，
在抓住对方手腕以后，这个时候呢要向左跨步，绕到对方身后，跨步的同时上抓，抓住头发以后，这个重心呢放在右腿，放在右腿的时候，然后再踢，直接从地面挂对方这个踝关节，使对方倒地，正面掩饰。侧面掩饰，反面掩饰，下面这个动作呢叫穿心肘。下面呢把这个动作给大家讲解一次。这个动作呢还是这个对方把我双手控制以后，这个把双手控制以后呢，这个力呢向左走，由左向下翻转，在翻转的时候呢，翻转的时候呢，右手呢去抓住对方的手腕，抓住对方手腕以后向后带，向后带的同时呢要开左步，开左步以后把这个左手放到身体右侧，放到右侧以后，然后用这个穿心肘直打对方的胸，这样把对方击倒。下面呢我把这个实际演练的动作给大家讲解一次。当对方抓住我的双手的时候，你看当他抓住双手以后，这个手呢要由左向下向上走到这里以后，你看迅速的转这个右手的手，勾住对方的手腕，勾住以后这个手呢直接就击到这边，自己呢左转到身体右侧，然后上步，你看上步上左步到对方的腿外侧，到腿外侧以后，这个身体的力就向左发，全部压在这个肘尖上，这样。下面呢把这个动作从相反的方向给大家再讲解一次。这个动作呢，当对方用双手控制住我的双手的时候，控制我的双手以后，你看这个手，你看向左向左扭转，扭转以后这个拳变掌，迅速的勾过来，这样抓住对方的手腕，抓住对方手腕以后，这个左手到身体右侧顺势上左步转身，这个时候要把力放在左肩上，重心这样移过去把对方打倒，正面掩饰，侧面掩饰，反面掩饰，下面这个动作呢叫断臂前摔。下面呢把这个动作给大家讲解一次。这个动作呢还是自己的双手被捆，被捆以后，这个呢还是双手，双手同时向右起，在向右起的过程当中呢，对方的手臂松开以后，这个身体呢要往前钻，让他的手背呢让他的手腕搭在肩上，这个右手迅速的压住他的肘关节，
这个时候呢，左手呢拿着他的手腕放在肩上，然后呢向左旋转撤步，向右旋转侧左步，然后向左压，这样他的手臂断，然后右手摔肘。下面呢，把这个实际演练的动作给大家分解讲一次。当我的双手被对方抓住以后，抓住以后，你看这个手臂要旋转，旋转向右提，向右起，你看到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手掌已经控制了，控制了以后，身体呢向内钻，钻以后放在脸上，放到脸上以后再向后向右转，向后侧左步的时候，这个左手呢退步抓住对方的手腕向下压，然后背力再发力，这样对方自然倒地。下面呢用这个相反的方向给大家再讲解一次。当我的双手被对方抓住，抓住以后，你看这个时候呢向上走，向上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开右步，开右步向上，这个时候手呢托住他的背，托起背以后身体向上钻，钻的时候这个右手呢把他的手放在肩上，放在肩上以后，这个右手正好滑落到他的肘关节，再向后撤左步的时候，这个左手呢左手顺势抓住他的手腕，不要让他跑掉，这个时候呢用力下压就自然倒地。正面演示，侧面演示，反面演示，下面这个动作呢叫断臂前摔。下面呢把这个动作给大家分解的讲一次。这个动作呢还是双手被困，双手被困以后呢，这个呢双手是由外向身体两侧分开，然后向上压着对方的手臂，压着手臂的时候呢，在这个时候要迅速的向下压，向前进右步，然后双拳呢同时向对方的胸部打出去，这样对方必然会倒地。下面呢把这个动作分解的给大家讲一次。当对方抓住我的双手，你看抓住双手以后，把他的手向身体两侧向外带，带完以后给他向里合，然后向下带的时候，这个右臂已经进了，进了以后迅速的收自己的双拳，然后向对方的胸这样打出。下面呢把这个动作用相反的方向给大家再讲解一次，就是当我的双手被对方抓住以后，被对方抓住以后呢，双手向外向身体里侧同时走，旋转这个手臂，然后进右步，进右步以后压他的双手向下，在这个时候呢对方要猛然地把自己的双拳收回来，然后再打出去。正面演示，侧面演示，反面演示，
下面这个动作呢叫肘膝并用。下面呢把这个动作给大家讲解一次。这个动作呢就是当我出右势拳上右步击打对方的时候，对方呢击中我的右手手腕，然后去反转，然后向下。在这个时候呢自己的反应要快一点，这个手腕要收，肘也要收，然后向上翻转，他没有拿你的余地了。然后这个手呢用力架他的这个步呢要踹击他的裆部，这个膝呢要顶着，肘要压着他的腿的正面，这样他就会摔地。下面呢把这个动作实际演练呢给大家讲解一次。当我出右拳打对方的，你看被对方拿住，在对方拿住以后向前领的时候呢，我你看跟着对方，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右手呢向外旋转，使对方没有余地，这个时候这样向下压对方。下面呢把这个动作用相反的方向给大家再讲解。当我出拳打对方的时候，你看被对方拿住以后还要反撇用力下压，用力下压，你看下撇压，在压的时候这个手呢你看顺着他的力，在这里他的力自然就没有力，没有力，这个腿呢要跪着他的膝盖内侧，这个肘呢要压着他的大腿外侧，这样用力撞击对方，正面掩饰。侧面掩饰。反面掩饰。下面这个动作呢叫跪地求饶。下面呢把这个动作给大家先讲解一次。这个动作呢就是当对方抓住我的双手的时候，抓住双手的时候呢，这个呢两个手同时向左走，向左走的时候这个右手在前左手在后，这样翻转，等到向上的时候这个手腾出来以后正好右手勾住拿住对方的手腕，左手呢拿住对方的肘关节，这样用力下压，用这个合力也就是拉力，对方自然就站起。下面呢把这个实际演练呢给大家分解的讲一遍。当对方抓住我的双手，你看抓住以后，双手抓住以后，你看重心呢向左移，双手也同时向左，到左侧以后右手要快，左手呢顺势去抓他的手，同时呢用右步点击，这个时候你看把这个手腕向里撇，然后用力下压，这样倒地。下面呢把这个动作用相反的方向给大家再讲解一次。当对方抓着我的双手的时候用力抓紧，抓住双手以后，你看他用力抓住以后，这个重心先向左移，向左移的时候向左侧移动，向上的时候动作要快，右手快以后左手他已经松开，松开的时候这个手你看这样迅速的，左手先要拿住他的，不要让他跑掉，顺势这个手你看拇指这样到手腕以后用力的下压，他就会倒地，正面掩饰。侧面掩饰。
反面演示。 下面这个动作呢，叫借花献佛。现在呢，把这个借花献佛给大家先讲一次。这个动作呢，还是对方控制住我的双手以后，这个时候呢，双手还是同时向左走。 在向左走、向上起的时候呢，这个稍微摆一下左脚，摆足了以后右手，或者抓住对方的这个右手的手腕，或者不用抓，然后这个移重心到左腿，起左步，走内侧画弧形，然后勾打对方的腿的后侧，这个呢用力这样打。下面呢。 把这个实际演练的动作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当对方双手抓过来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双手呢向左缠，然后向上起。向上起的时候，你看抓这个右手，抓他的右手，管手腕的时候呢，也可以抓住右手手腕的时候，你看。 向后带，带的时候起右腿走内侧，直接跨到他的腿后方，跨到腿后方以后，这个手呢，给他这样扳打出去，这个腿呢，这样踢打，这样对方倒地。下面呢，把这个动作用相反的方向给大家再演示一次。当对方用双手来抓住我的手臂，抓住手臂以后，双手你看还是缠丝。 然后向上拖的时候，先开左步，抓住手腕，抓住手腕以后，向左移重心的时候，这个手向后带，跨步，跨步到这儿，就是不抓他的手臂，从他的手臂过去呢，这个手呢，也可以这样直接击打他的颈部，再抓住他的手臂，这样击打呢也可以，但是要用上这个脚，这样就倒地。 正面演示，侧面演示，反面演示。 下面这个动作呢，叫退步压肘。下面呢，把这个动作给大家分解的讲解一次。这个动作呢，就是当对方上右步用左直拳打过来的时候，当对方打过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，要先向左闪，左闪一点。 这个手，左手从内侧去接他的左手，手腕，右手呢从外侧去抓他的手腕，去抓他的手腕，然后呢向后撤步，压他的肘关节，这样把他压倒。现在呢把这个实际演练呢给大家讲解一次。当对方打拳过来的时候。 你看，当对方拳打过来的时候，打过来的时候呢，先向左侧一点，侧一点以后，你看左手这样去格挡，以防他的拳打住。左拳，左掌，拿着他的左手，右手拿着他的手腕。这个时候呢，身体贴近他的，让他的手腕沾着脸，稍微的，你看近一点，近一点右步。
进右步以后呢，然后撤步，把他的关节拎起来，让他的肘尖向上，然后这样下压。下面呢，把这个动作从相反的方向给大家再讲一次。当对方打拳过来的时候，你看拳打过来的时候呢，肩向左跨步绕过，在绕的同时呢，要起左脚从内侧拿住他的肘关节，然后呢右手从外侧拿住他的肘关节，这个时候呢向内进一步，进了右步以后，这个肩呢别往里靠，让他的手腕待在你的肩上，在走的时候把他的肘关节向下，肘尖呢向上，这个时候呢向后撤左步，用力压他的肘。正面演示，侧面演示，反面演示，下面这个动作呢叫右蹬一根，下面呢把这个动作给大家先讲解一次。这个动作呢就是当对方用直拳打过来的时候，打过来的时候呢，自己的身体呢要先向左闪，向左闪的时候同时身体要转身，向左闪的同时呢，这个右手随着他拳过来的时候截他的肘关节，抓他的手腕，这样抓带过去，带过去的同时然后提右腿，右腿先提起，或者踹他的胯部，或者踹他的腹部，或者踹他的膝关节都可以。下面呢把这个动作实际的演练给大家分解的讲一次。当对方打拳过来，当对方打拳过来的时候呢，你看这个身体呢向左侧，在向左侧转的同时呢，你看抓他的肘或者抓他的手腕，这个时候呢重心放在左腿，你看提膝，提膝的时候这个手下压，稍微下压一点，提右膝，然后从这儿踹他的胯部，或者踹他的肋部或腹部都可以，或者踹他的膝盖都可以，这样提膝，你看站着发力都可以。下面呢我把这个动作用相反的方向给大家再演示一次。当对方用拳打过来，打过来的时候呢，你看身体左转，左转的时候这个手或者去截他的肘关节，截完肘关节以后重心呢移到左腿，移到左腿的时候提膝，提膝以后提起来直接向对方的身体部位踹出。正面演示，侧面演示，反面演示，下面这个动作呢叫左蹬一根，现在呢我把这个左蹬一根给大家讲解一次。这个左蹬一根呢和右蹬一根呢动作基本上相同，但是用的蹬一个左侧一个右侧，
左蹬一根呢，就是当对方拳打过来，右拳打回来的时候，用这个手呢隔挡他力，肘关节你看拖过去，身体呢向右转，向右转的时候，然后提膝，提膝以后踹左脚，踹他的腹部。现在呢，我把这个动作实际演练给大家分解的讲一回。当对方用右拳打过来的时候，打过来的时候呢，身体向右转，直接起左手接他的右手，接住以后，然后重心到右腿，提左腿，然后踹他的胯部，用力蹬出去。下面呢，把这个动作从相反的方向给大家再讲解一次。当对方用拳打过来的时候，打过来的时候呢，你看身体向右转，向右转的同时呢，起左手拿他的肘关节，接住以后重心到右腿，到右腿以后呢，然后起左腿，由内向外踹他的胯部位，正面演示。侧面演示。反面演示。下面这个动作呢叫拨云望日，下面呢把这个动作给大家讲解一次。这个动作呢还是双手被对方抓住以后，抓住以后呢双手向外，身体两侧分，分到上的时候呢，双手贴着他的手指背部，然后这样同时抓紧以后向外拧，对方就会被拉倒。下面呢把这个实际演练的动作给大家讲解一遍。当对方拿着我的双腕的时候，你看拿住以后，这个双腕呢要这样圈，对，要这样圈，圈了以后，你看要向下，向下的时候你看这个拇指在下，然后顺势抓住他的手臂以后这样用力的，你看向外分撇，他就会倒。正面演示。侧面演示。反面演示。下面这个动作呢叫童子拜年，下面呢把这个动作给大家讲解一次。这个动作呢还是当双手被抓住以后，双手被抓住以后呢，这个呢双手同时向左起，向左起到上方的时候呢，这个右手托住对方的肘关节，左手呢向上按住对方，这个手背拇指扣着手心，然后这样下拉，他就会跪倒。下面呢把这个实际演练的动作给大家讲解一次。当对方来拿住我双手，
当拿住双手的时候，你看双手。到这里的时候，你看，拿住他的手，这个手呢，这样弯曲拿着他的手掌，然后接住胸，这样下按，他就会倒地。下面呢，把这个动作从相反的方向给大家再讲解一次。当对方双手，你看，抓住我的双臂时，当他抓住双臂时，身体下蹲，同时向左手向上起的时候，也可以上右部，这样你看，托住他的手，然后这个手呢，顺势拿住他的手掌，这样用力下压，他就会倒地。正面演示。侧面演示。反面演示。下面这个动作呢，叫佛尘灭灯。下面呢，把这个动作给大家讲解一次。这个动作呢，就是当对方抓住双手以后，当对方抓住双手以后呢，双手同时向左扭，向左扭再向上的时候，这个右手再上，右手把对方这个右手向上拧，向上拧的同时呢，身体向左转弯腰，然后用左手勾他的腿关节，这样下压他就会倒。下面呢，把这个实际演练的动作给大家分解的讲一次。当对方双手抓住我的时候，抓住以后呢，你看向左转，然后向上，向上的时候呢，用右手抓住他的手腕，这个时候呢，要上右部，然后弯腰抓住他的腿关节，把他的腿拿起来上台，这样他就会倒下。下面呢，从这个相反的方向给大家再讲解一次。当对方用双手抓住我的手臂的时候，抓住手臂以后呢，身体下蹲，同时这个力向左走，然后由左向上，向上的时候用右手拿住他的手腕，这个时候呢进右步，同时弯腰扳他的腿，拿他的腿关节，这样向上撩起来。正面演示。侧面演示。反面演示。下面这个动作呢，叫玉女穿梭。下面呢，把这个动作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个动作呢，当对方用右摆拳或者砸拳过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身体稍微蹲一点，起左手，由内向外向上，接对方的手臂，接过来以后，重心马上迅速移到左腿，然后跟右腿提膝以后，然后蹬直踩到对方的胸部或者腹部，把对方踹出。下面呢，把这个实际演练给大家讲解。当对方上步，你看砸拳过来的时候，当对方上步砸拳过来的时候，先下蹲挡，挡完以后呢，
挡完以后，你看重心到左腿，然后提腿，直接蹬到对方的胸部。下面呢，用相反的方向给大家再讲解一次。当对方用拳打来时，当对方拳打来的时候，你看身体下蹲，起左手，挡住他的手或截住他的手，截住以后，重心要移到左腿。 移到左腿以后，迅速的提起右腿，然后提脚直蹬对方胸部，正面演示，侧面演示。 反面演示。下面这个动作呢，叫肘打胸窝。下面呢。 把这个动作给大家讲解。这个动作呢，就是当我上右步，用右拳去击打对方的时候，被对方呢拿住我的手腕，然后反撇向下。在他反撇向下的时候呢，这个手腕呢要向身体方向转。转的这个时候呢，就利用这一点空间，先向左摆裂身。 然后向右击打对方胸部。下面呢，把这个实际演练的动作给大家讲解。当我用拳击打对方的时候，被对方拿住，拿住以后向下扳撇，扳撇的时候，这个手向里来。 里来的时候，身体稍微向左转一点，然后瞬间把对方打倒。下面呢，用这个相反的方向给大家再示范讲解。当我上右步，用右拳去击打对方的时候，被对方用其他手拿住，拿住以后向下边撇的时候，扳撇的时候呢，这个手要向里旋转。 旋转以后，趁着这个肘的空间呢，身体呢向左侧转一点，把肘向回带，趁着这个劲瞬间发力，打在对方的胸口。正面演示，侧面演示。 反面演示。